红，红，红，这是实力，实力。对不起，我发现了这个游戏就是有点误伤，主要是。蓝，蓝，蓝。特别好，我觉得这一枪，小夏，这是最准最准一枪，我给你每一把都击中我们一个人。刚才沙哥摁，淘汰了吧？白鹿，白鹿，白鹿上，终极对决。哎呀，哎呀，啊！转圈。啊，又开了！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！不！正经玩，正经玩！不跟他玩各种转圈，没那个，没那个。听哥的，不跟他玩各种花活。不转，不转，不转啊！咱该打打。醉，醉！吓我一跳！你不是要打我吗？来呀！不要不要被挑衅，不要被挑衅！你不是很牛吗？对啊。来呀！我今天可以输给任何人，就是不可以输给秦霄贤。你不是要打我吗？你不是很牛吗？来呀！白鹿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人特别不如，我特别经不起人别人激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我肯定跟你转。不转小狗啊！几圈？三圈。三圈。你慢点转，稳一点。白，哎，转呐！哎，那我逮着你了吗？你们俩都好，互相不信任。我逮着，这回让我逮，这回让我逮，还聊呢？现在开始玩心理战了是吧？白鹿是不是？不是，我真的本来想转的，但是我觉得你不会转。嗯，所以你预判了他的预判，他也预判了你的预判。这期的主题到底是什么？玩的这么复杂了，这把游戏，这应该算了吧？算了，快来吧，算了。哦，俩人都没转，全在那干着，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任了，是吧？说真的，是吧？说真的，这别飘，别飘，别飘啊，稳定，咋都这样了。绿，绿。好，这人咋还晕到这边来了呢？追上了，转了一圈，追上了，可以，决胜局，可以。这样吧，最后一把咱转。又来了，绝对转。没有了，信任早就没有了。我绝对转。咱们怎么没有这个信任了？我从开始就转，转到他亮灯再打。别信了，就差这一枪骗咱了。这样我就不可能不转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女人的话不能信啊。越漂亮的女人，就越会骗人。转，咱们这回谁也别骗谁了，好吗？不骗你，绝对不骗。咱们有没有之间有没有信任？有。没有，你俩有信任，至于到今天这一步吗？这是个情感治愈类节目是吗？情感伤害类节目。好转。我今天可以输给任何人，就是不可以输给秦霄贤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人特别经不起人别人激我，你知道吗？好难啊。咱们这回谁也别骗谁了，好吗？不骗你，绝对不骗。咱们有没有之间有没有信任？有。来，快枪实弹，打。转了，你们能转吗？不是，